弧线稍微高了一点啊，给三口线。 抓住机会，是频繁的压陈宇飞的好球。 分量都非常的重啊！年初的全英，之后的世锦赛，接了日本公开赛，真的是整个的日本公开赛，包括东京这儿成了他的这个福地啊，所以年终的话也是被评为了最佳女运动员奖。 哇，这是杀最深啊，杀的还是非。 这个正手接的非常好。哦，这球是跌了一下球网啊，并没有飞得那么远。人的这个小技术、小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啊，一定要注意。 杀球，落点真的是。这球，好球啊！这个打的表现打。 好球！杀最深，哦，球滚了一下球网，哈哈，这个球有些高，防住，漂亮！哎呦喂，这个球是界内啊！ 应该是有打的有点打呲啊，现在三五千这个球也是非常的顽强啊，整个的人都是甩了出去，头顶起来，哎呀，非常可惜啊，中间的平手挡被对方顶了回来。但第一局的话，陈宇飞有些可惜啊，19比21，形势和结果可能就不会是这样。 好吧，当然第一局已经过去，我们希望陈宇飞能够集中注意力，争取在第二局能够翻。一定要找机会跟山口健去相持住啊，这个分差不能被拉开啊。 这球！我看到今天三口。
哦，这个球应该是判了触网吧。触网啊，主要看这个球先落地还是拍先触网。当球落地之后成为死球了，那么这个触网的行为啊也就不存在了啊。哦，这球差一点啊。还是三谷健主动往前的一个黄撇。淘宝 APP 扫描右下方。出边线已经升级到 Pro 系列了。是的。刚出后场杀球的机会，这球稍微长一点，去线路去变化一下。斜线，哇塞，落点。这个往前，后场逗小球，哎，好，重心有点不稳，对，给后回球，哎，好，我这球不要放啊，太快了，兄弟，上天的表现真的是完全让陈飞感觉节奏跟不上。手势哦，也不再挑战了。稍微有点遗憾吧，我觉得。对，应该是啊。